尊敬的各位来宾，戏曲界的各位同仁，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呢，请大家起立，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晚演出的主宾，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方达先生入场。陪同徐部长入场的是大唐复兴主席蔡鄂阳先生，南洋艺术学院董事、新中友好协会董事周新华先生，富长春艺术基金主席傅春安先生，新加坡戏曲学院主席林芳华先生，大唐复兴董事刘巧梅女士，大唐复兴董事陈巧珠女士，大唐复兴执行董事福国婉女士，请各位嘉宾入座。尊敬的徐方达部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观赏由大唐复兴主办、马林百列粤剧欣赏学会、新粤韵粤剧团以及热心剧团联合呈现的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是司仪韦佳，非常感谢大家来观赏今晚的演出。出席今晚演出的贵宾有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方达先生，南洋艺术学院董事、新中友好协会董事周新华先生，富长春艺术基金主席傅春安先生，新加坡戏曲学院主席林芳华先生，厦门航空新加坡办事处总经理邹克明女士，云南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处主任吴丽仙女士，山茶会文化商务中心江涛先生，中国上海爱心人士李忠豪先生，中国汽配集团董事长许爱琴女士，中国绿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艾莉女士，中国台州金星汽配集团董事长温慧娇女士，欢迎各位嘉宾的光临。下面就有请今晚的主宾，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方达先生上台为我们主持鸣锣开幕仪式。同时有请大唐复兴主席蔡鄂阳先生、南洋艺术学院董事、新中友好协会董事周新华先生、富长春艺术基金主席傅春安先生、新加坡戏曲学院主席林芳华先生、大唐复兴执行董事福国婉女士一起上台。在鸣锣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仪式。今晚的领衔主演是晚会乐音工作室的艺术总监、中国上海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著名陆派小生黄慧女士。为了感谢她为粤剧艺术在本地的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我们请徐方达部长为黄慧老师颁发一个纪念奖杯。谢谢徐部长，我们也为徐部长准备了一份纪念品，有请大唐复兴主席蔡鄂阳先生赠送给徐部长。接下来是传统的谢谢蔡主席，谢谢部长。接下来是传统的鸣锣开幕仪式，有请今晚的主宾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和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方达部长为我们鸣锣开戏。我们大家一起倒数好不好？我们数到一，然后 bang bang bang， 五四三二一。Thank you.
铜锣一响，好戏开场。谢谢徐部长，谢谢各位贵宾，请大家回位就坐。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中国早就已经家喻户晓，在新加坡也是一样家喻户晓。他们凄美的爱情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被誉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今晚呈现的粤剧《梁祝》在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创新，借鉴了小提琴协奏曲、舞蹈等多种《梁祝》的表现形式，重新编排，让传统与经典焕发新的光彩。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来协助一回事。想万里，且问仁兄真姓大名，夫居何处啊？小弟姓卓，名应德，乃是上虞卓家庄人士。哦，卓仁兄，敢问兄得是？快计两三百。两仁兄，奇怪，仁兄可是到杭州读书？真是。请问你呢？我也是房市区哟。哦，好极好极啊，请坐，请坐。来呀，你们是到哪里去的？我们是到杭人读书去的。我们也是杭人读书去的。你瞧见了，小姐。哎，小姐好端端的在家里。你替他做什么？哦，我想要是小姐能也动出来读书，那就好了。哎哎，是啊。快问仁兄，莫非？哦，仁兄有所未知。生去名士举眉一心相同嘞，我以为诺儿姑须尽速多，女孩儿多数也应该，只怪我弟弟太固执，终于留下小举眉。
小女何见娇，你胆色不发。七岁了啊，遇到是长者为兄，愚者为弟，是此你我得天一拜。哎呀，这旅途之中未得相助，这便是何时好啊？哦，不是插土为乡啊，是此甚好。夜里清上，请受与兄一拜。小弟也与一拜。十九，快来见过做相公。女性快来见过两相公。见过两相公。罢了。夜里，你看天色不早，我们不是等城去吧？女性快挑件银装。夜里请。两兄请啊，爷的请啊啊，两兄请请啊请啊请啊。
Thank you.
嫂子与兄弟文佩，今子相问为何来？要是你两兄亲弟弟，小弟替你来做大媒。
Thank you.
妹，请坐。两兄，你我长亭分舍，别来可好？好，好啊！一枚家具，相比恩生，托两兄之福也完好。两兄此来是路过，还是得到？与兄来得地道次，一来与沈八大人请安。那孩嘞，想访访你家舅妹。舅妹，哎，是啊。那一阵接到道长送你归，你这家玉叫舅妹。讲的，但是无妨。两兄，自从小妹便你归来，弟弟做主，已将小妹的终身。将小军
娘子轻压泪，谁告你无作愿为，他不给去蝙蝠多拉风云犯大罪，再告那丧尸欺人的马门贼，我的母爱去给与谁，一张丧尸轻压泪，倘若为官司清正，自断龙来不断开。娘兄，娘兄你去去自心慌，小妹真心你分谁，你可知堂堂衙门把事开，官官相助你总明白，妈妈将他虐待于死，你两家父不死与父谁，凡你高登衙门啊，两兄弟与日夫不要心
你快催我女儿乖，是因得面红耳赤口难开，苦计得十八里相送，长亭路我是一片真心吐出来，苦计得比作鸳鸯成双对，苦计得女郎织女把家教为，苦计得金从红上上早应，不记得观音堂前把当杯，我也在楼下听闻有双醉，我是白头四目大妹呀呀相逢知己一桥深，我也在临别轻叹许句，我只盼有情人终能成全，说话想不到美梦已圆两两兄啊，我与你两兄难成对，弟弟云了马家妹，我与你两兄难成婚，弟弟收了马家皮，我与你两兄难成啊，弟弟赢过马家子，两兄啊，弟弟子不能恩为马家死啊。
Thank you.
娘妹，惊神了那层裂呀！Ha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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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就见赢得一面死也复活，怎奈他多年前得来死心一封，使我看了死为明白。Thank you.
Thank you.
僧月僧家不谁知晓西家比较无呀家色子吧僧教官地列宁去谁知晓你到底我就多安家家色子吧我大红花轿到你家谁知晓我把一手不两兄啊，不能动身去动
感谢舞台上的演员们，请大家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舞台上的演员们。下面有请今晚演出的导演张丽老师。有请总策划福国婉女士。总策划福国婉女士。舞台监督李建昌先生，感谢他们在幕后辛勤的付出。接下来有请贵宾们上台与演员们合影留念。有请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方达先生，南洋艺术学院董事、新中友好协会董事周新华先生，傅长春艺术基金主席傅春安先生，新加坡戏曲学院主席林芳华先生，新加坡戏曲学院董事陈学汉先生，新加坡戏曲学院董事江景成先生，引领热带绿色建筑著名工程师李永禄博士，中国汽配集团董事长许爱琴女士，大唐复兴主席蔡鄂阳先生，大唐复兴董事刘巧梅女士，大唐复兴董事陈巧珠女士。